吉乌哈、超王、收分龙、还分符、锄头、充电宝，啊，这个王带，这个挖分的必备这几种装备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米。前两天我们不是用那个无人机去追一窝蜂嘛，然后就是还没找到，然后今天过来重新找了一下啊，就是现在已经找到窝了，是在两片竹林的中间。我现在带大家看一下啊，先看一下窝，看到没有？那一堆泥巴哈、啊，洞口在那上面，这一堆泥巴。这边就是蜂窝啊，看这一堆泥巴是还可以啊，挖出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啊。现在穿衣服，准备上去盘它哈。哎，这就是洞口啊，然后这一堆泥巴。看到没有，这一堆泥巴，然后洞口，这里面有一只守门的，啊，这边外面又回来了，用这收分笼给它顶住啊，这一窝不好窝啊，这边都是石头啊。这边有个洞口啊，可以给它放进去，放风的。哎呦，这个蜂抓不完啊，越抓越多、啊。来看一下啊，这个窝已经出来了啊。这边有个树根啊，哇，石头太多了，这个窝不好搞。你看，现在基本上都是蜂，都是成蜂啊。现在蜂给它抓起来泡酒一下啊、哦。蜂王啊，这个是蜂王。
哇哇，太热了啊，先喝口水先哈。哇，全身都湿了。今天的话，这一窝这个蜂蛹应该有个6斤吧啊，然后蜂的话应该800个左右，应该800个左右，也还可以啊。好了，那现在也准备回去了啊。这些蜂就是也是人家预定的嘛，因为预定好几天都没抓到，然后今天才抓到嘛，就留着明天再跑就嘛啊。等一下回去天也就黑了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